接下来关心天气了，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，不过环境改吹，东南风各地大都是晴朗稳定，只有在这个东南部地区，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，其他地方就要注意的是比较会有午后雷阵雨，而且有些地方的雨呢可能还会下得蛮大的，甚至会一路下到晚上，提醒您要特别留意。至于在温度的部分，也蛮热的，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，气象局针对了部分地区发布黄色灯号跟橙色灯号。 都要留意高温可能来到36度，继续要提供您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 好，来看到在北部地区，基隆、台北、新北最低温是32度，最高温会来到34度；桃园、新竹、苗栗地区最低温是30度，最高温会来到34度。另外，在台中、彰化、南投最低温是30度，最高温会来到34度。好，云林、嘉义、台南最高温也会有34度。 高雄、屏东南部地区最高温会来到35度，在东部地区最低温30度，最高温会来到34度，在外岛地区马祖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29度，最高温会有32度。